歌唱祖国的歌声在天安门广场，在我们的心中依然还在回荡。当我们从欢乐的天安门广场把视线收回的时候，相信每一个人的心都不会很快地平静下来。又一组辉煌的国庆庆典的画面将留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当中，留在共和国的记忆当中。如果说1949年的国庆庆典反映的是我们民族独立、人民当家作主、国家豪迈，1984年的国庆庆典是思想解放、改革开放、巨龙要腾飞的信心，那么今天这个庆典是中国迈向新世纪的宣言。喜悦和欢乐还远远没有结束，无论是在天安门广场还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都会兴奋地延续。今天晚上天安门广场将举行盛大的国庆联欢，首都各界青年和文艺工作者将载歌载舞，把他们的喜悦传达给我们。天安门广场等8处地方将燃放焰火，把首都的夜空装点得更加美丽。中央电视台将在今晚8点进行现场直播，欢迎观众到时候收看。欢乐的时候，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，我们上午的节目又要到了说再见的时候。这个时候，面对辉煌的国庆50年的庆典，面对过去50年我们所走过的道路，面对未来更加美好的目标，相信我们所有人的心中都有4个字：祝福中国。好，观众朋友，就让我们在祝福声中，在刚才庆典的辉煌的经典画面的重放之中说再见吧。再见，观众朋友。